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太给力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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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您了给您了好大家好我是沈南你想干嘛不错不错不错哎呦谢谢谢真给面子太给面子了太给面子那我也来试试看你试试看跟年轻人的默契如何没问题的文能一姐妹武能待会儿一定要真的嘿嘿嘿一下、啊、我要跟大家一会儿要干什么待会儿来留个段子来嘿嘿嘿一下大家开心一下好太好了好了但是我说句实话刚刚啊是这个我们的应援会的朋友们是啊支持我们鼓励我们是是是谢谢哥哥但我感觉他们是在为难我们刚刚一上就有个下马威、哦、院长我认为你是我们学校的代表、哦、是我们教师队伍的翘楚对我感觉你应该搬出您来好好的吓唬他们一下啊我帮您出个主意怎么样不能馊主意没问那绝对我说肯定骚我记着啊我们那个院长在跨年演唱会的时候和我们的 SNH48 的合作了那个哎三三四五对吧啊拉手环哎嘿嘿玻璃哎左一下哎右一下盖章盖章哎对都有对对那这样你们随便跳我们的院长也可以立刻学会的同时给你一个解析什么意思真的吗我们舞蹈很难的我看这样子我们一起来参与好好好来来来哪一位先我们三个一起来好好来咱们在旁边来欣赏一下好来解析一下是吧哎好好观察嗯哎呦哎呦我好难啊能不能就简单的几个动作是的我们的舞蹈公认的是非常难的对的、嗯、对所以请看清楚了院长还有老师们我慢慢来一遍预备一二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哎我先说、啊、我认为是、哎、手指出血了、啊、就来回甩一甩您这太血腥了啊他们那么漂亮怎么想到他手指割破了是、啊、是是是我觉得你们是指的那边有彩虹、啊、哎那边有彩虹、啊、好美好美啊这样才配合得了你们都是真的是都是前辈那您看真的是我这思想比较通俗、哎、对对对我觉得那里那个人快点给我发红包快点给我发红包我要这么多红包钱来好第二个动作后来呢好预备开始看似简单还哦哎你们还有变化、啊、那我看的感觉是哎呀好像觉得天气有点热怎么这么黏糊天气怎么这么热啊热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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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洗澡房在哪儿我去冲个凉啊他们就是年轻啊，嗯，你怎么样摆任何姿势，都是觉得好漂亮，是是是，也是我们长得漂亮了，对，天生丽质，就是长得漂亮，年轻貌美，对我吹弹可破，而且还能吹，我们自己好美丽，我人气最无敌，天生偶像，啊，哎，刚才啊，我们的院长已经给我们最完美的诠释了，还不错吧？服不服气？很好，很好，是教育界最会跳舞的。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其实他们那么优美的舞姿啊，真的被我们形容的那能听吗？嗯，其实就是用眼睛来看，嗯，看他们带来的那整齐划一的动作，啊，笑容那种灿烂的感觉，太美了，太美了，这节目。嗯，但是院长吃的太好了。但是我说句实话，嗯，我每次看到我们院长跳舞，哎，我想。他可能也是某个女子团体的。
那其实呢，今天院长呢带领女神过来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应援 S 队、N 队以及我们的 H 队，因为呢，本季我们的国民美少女这是第一期战队正在集结，所以说应援队的我们的女神至关重要。这样，三位女神先选择一下吧，你们想应援哪一支队伍？哎，我想都不要想，就选我们最漂亮的 S 队。下面，立冬，轮到我了是吧？你呢？嗨，亲爱的少女们，你们谁想要我？热情一点啊，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大家全程冷漠脸啊，好冷漠啊大家。不过不管怎么说呢，毕竟我是我们 N 队的嘛，他们虽然表面上看你很冷漠，其实心里都特别希望，不是其实心里都特别希望我过去。那既然这样，我怎么好就赶紧过去吧。对，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要为 H 队来加油的。一开始对女神，我早就想要来 H 队了。是是，有了女神的这个加持啊，没错，那更不得了，更不得了了。而且呢，接下来这个环节，也更加不得了了。哎呦，因为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呢，需要确定接下来这轮的选择权的顺位，不会像刚刚那么有点让人鼻酸呐、啊。这回绝对不会让大家鼻子酸酸的，会让大家全身酸酸的。哎呦。哦。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接下来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做三角八合。这搞不好也会流行起来，咱们先学学吧。接下来的节目叫三角八合，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Ready。我跟你讲，妹子们真的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但是明显那边好像是被两队带走，这边也是啊。哦，